歡迎收睇《創富激發點》。近排咧喺財經界，如果見到一啲紅旗咧，可能一啲小散户都會幾驚啊！上個禮拜穆迪咧就發表咗一份紅旗報告啦，咁就令到部分民企咧都出現小股災，好似西部水泥咁啊，一度跌超過26%啊！咁啊，由於股價大幅波動咧，證監會都話要關注啦。不過有意見就認為，就算證監會真係關注咧，都未必可以監管得到咧啲評級機構發表嘅評論性報告。好似穆迪今次嘅紅旗報告咁啊，講到明就算對那間公司發表一支紅旗都不代表它的評級即時受到影響，因為對那間公司的評級已經反映了紅旗的問題嘛。好了，穆迪就發紅旗了，證監會又會不會對評級機構給張紅牌它呢？今天我們就請來嘉賓郭家耀跟我們傾下偈嘅。 Matthew， 這張紅牌給不給得過先？就真的比較難給了，因為大家可能在不同的場那裡玩緊現在看穆迪或者是之後惠譽出了一個報告，咁對啲民營企業咧，即係都覺得個基本字有啲質疑啦。係。咁的而且確有部分就唔抵爭嘅，因為的而且確你出現有啲問題。嗯。咁但係另外一部分就唔可以一竹竿咁打曬算人啦。咁但係而家始終市場對呢類嘅民企信心咁脆弱啦，咁所以佢哋出依報告個效應咧就反應會比較大啲。其實的而且確係啊，近排咧啲評級機構或者係啲大行咧，一有少少風吹草動動靜，或者係對個別股份嘅評價咁啦，咁都令到咧個股價有啲波動啊。咁所以投資者其實而家咧到底要點自處先？我諗就即係你話可以做嘅就唔係咁多，好多可能已經係高位買咗，咁就而家去溝嘅一定唔會建議啦。只不過就你話即係仲有一筆新嘅資金啊，係咪真係博得過依類嘅股份呢？我諗就喺注碼上邊咧，即係要做一啲控制啦。因為大家知道個股價波幅都會幾大嘅，咁呢個情況我相信會維持啦。咁所以即係喺個資金調配嗰度咧，千祈唔好即係話分配得太多喺依類型嘅股份度啦，因為始終可能承受風險係太大。係啊，因為咧而家都有人講，即係有一啲意見就話，既然啲民企咧個股價跌咗落嚟啊，不如低吸。但係其實咁樣風險都大噶嘛，因為你始終都係唔知道嗰份報告究竟講嗰啲嘢係真啦定係假，咁啊，所以都係睇定啲先啦。但係咁啊，始終咧，因為我諗大家都可能未必話花得太長時間去研究佢哋嗰啲嘅財務報表啦。咁所以即係有時去分辨啊，佢哋真假都幾靠啲專業人士嗰啲嘅投行報告。咁所以有時睇下佢啲報告，同埋即係睇下啲理由啦。我諗最主要都要睇理由，係咪真係成立信得過啦，先最重要咯。咁呢個都可以分辨到一啲係質素比較好少少嘅民企嘅。好啊。Matthew， 其實咧，除咗紅旗報告之外咧，我哋而家關注緊嘅焦點仲有歐債問題喎。因為而家大家都講緊咧唔知意大利啊、西班牙嗰啲有冇事。咁歐洲銀行委員會咧就對91間銀行咧做咗一個銀行壓力測試啦。咁有4間嚟自英國嘅銀行，包括埋匯控，咁冇問題嘅。不過咧有8間咧就有問題啦。佢要喺年底之前咧就即係集資到25億歐羅，咁呢8間咧，當中有5間就係嚟自西班牙，2間咧就係嚟自希臘啦，1間咧就係嚟自奧地利啦。有啲咩反映到出嚟嘅先？咁當然啦，即係越多銀行出問題啊，當地經濟都唔方啦，好多。係咪即係西班牙都驚驚地先？咁的而且確，如果大家睇翻佢哋嘅總債務啦，同埋即係每年個利息嘅收入啦，相對佢哋個稅收啦，都有幾大嘅差距。咁呢個就正好解釋點解歐洲5國面對咁大嘅困難啦。如果你話睇翻即係歐洲5國而家啦，除咗銀行體系面對住一個幾大嘅風險之外咧，佢哋自己本身能唔能夠持續發債個能力咧，都係備受關注咯。我相信即係呢一個問題會持續困擾住個市場。依個亦都係累積日積月累，都唔係今時今日去做成咁嘅環境。所以都唔係咁容易兩三日就可以解決到。無論即係對呢啲嘅銀行股又好，或者係對啲國家個經濟前景都好啦，我相信都要審慎少少。同埋其實都市場上好多人講啦，呢個報告咧都幾鬆手，係啊，所以即係市場即係都唔係太過信啦，即係話其他通過嘅測試銀行係咪真係已經過慣啦？所以即係嚟緊，我諗歐債問題或者啲歐洲銀行嗰個健康財政健康嘅情況咧，都會備受關注。咁最緊要就係投資者都留意住個市況，咁唔好咁放心住，時時警醒自己仲有歐債問題未解決嘅，咁就唔使咁驚啦，係咪？咁但係除咗歐債之外咧，美債亦都係大家投資者要留意住嘅一個問題。今個禮拜咧，美國參議院咧就可能會就住美債嘅問題咧有一個方案啦。咁而家共和黨咧就講緊提出一個新嘅建議啊嘛，咁就係喺下年年底之前
分三批，咁啊提高債務上限25,000億美金啊嘛。而家咧就可能等緊民主黨嗰邊咧，睇下佢通唔通過啦。咁其實講真啦 ，Matthew 啊，美國債務違約呢個風險其實都唔係咁大嘅，因為如果真係債務違約嘅話咧，就好大件事噶啦。咁相信咧，佢哋兩黨點都會有個共識嘅，係咪先？我相信就呢家都係政治角力啦，因為其實大家知道啦，如果唔通過的話，會影響到美國經濟啦，即係突然間出唔到糧，亦都有好多公共開支做唔到。咁我諗佢哋都承擔唔到呢個政治風險嘅。